下面咱们进行分解教学，从起势开始，两脚并不直立，头上临，气下沉，肩松，两手贴在大腿的两侧，注意两脚要并拢啊，不能做成自然的站立。起势的时候要求心静体松，排除任何的杂念，做到全神贯注。开始之前不要急的马上就迈腿，应当要先调整一下呼吸。起势第一动，左脚向左开立步，两手上举，注意与肩同高同宽，屈蹲下按，肘膝要相对，眼睛要余光看着手。好，第一个动作是野马分鬃，收脚抱球，弓步分掌，屈蹲后坐，根部抱球，粗腿上步，右弓步分掌。好，再重复一次，屈蹲后坐，撇脚，根部抱球，弓步粗腿，弓步分靠，根部合抱，后坐转腰分手，虚步分掌，完成白鹤亮翅。第三动，下一动，搂笑步，转腰落手，收脚提手，